家中员工吼，伊的生日的前一天呐，这张老树的四周围呢，竟然出现吼几啊万只的七彩毛毛虫。美术家吼是要啊家中员工吼做生意同款，像是讲吼员工吼，你摕这张老树的青叶啊呢，会当来治病。嘛有人讲吼，你啊厝内囡仔呢啊歹游戏，会当来练这张老树呢做客件。这张大树吼是有灵感的，然后吼家庆君伊的精神体能呢恢复。大生意吼风采是家中员工的形象。店家是专台湾真罕看到一首帝王舞的，原来啊，就是家中员工哦，伊化身吼去请这个搬戏来庆祝伊的生日。嘉庆君游台湾的时阵，捌住一张家中员工宿舍吼休困啊。这张 news 呢，大家吼拢感觉足趣味的。回到广东来，嘉庆君游台湾的时阵啊，住将官员的护卫之下呢游台湾，有一日啊，对鹿港出发，伊就连续几日工吼爱赶路，足忝的。啊，经过大渡溪的时阵呢，伊就讲吼，我都行啦，行袂落啊啦。这将官员又经过这张树啊卡吼休困。这张大树吼是有灵感的，然后吼，嘉庆君伊的精神体能呢恢复，连这个斗阵行这官员呢，每一个人的精神体能拢恢复啊。嘉庆君看这张大树呢，吼，军医又讲啦，嘉庆君马上要封这张大树，或者家中完工啦。二十几年前，庄头这个人将原本吼这张老树下卡的小庙呢，合欢庙，啊变成如今即马这个大庙，并且号名吼叫做家东王公爷庙。正正伊吼风采是家东王公的形象，店家是专台湾真罕看到一首帝王舞的，甲一般的树形的装扮呢是无啥共款的。庙公就讲了吼，因家东王公吼是经过嘉庆君吼册封的哦，当然嘛是地官无。几十百年来啦，地方上嘛留下吼足侪家东王公哦，足侪做灵感的故事啦。像讲吼是七十几年前，农历的八月十四，嘛就是吼家东王公吼伊的生日的前一天啦。这张老树的四周围呢，竟然出现吼几啊万只的七彩毛毛虫。美术家吼是要啊家东王公吼做生意同款，嘛让人吼对家东王公伊的行为呢更加恶劣加得志。毛地方上的时段呢，伊毛伊讲啦，伊讲吼，家中王公呢是非常有灵感的啦。有一年，家中王公伊生日进前一天啦，庙前呢突然间出现来遮吼拜神的戏病啦，而且呢都搬一箱一箱的戏服啦，啊道具箱子啦。问题是啊吼，孟东刚来参加这里面啦，我毋捌听到讲吼有人出钱请迄个搬戏的来遮吼闹热，当下所有人就知影啦，原来啊吼就是家中王公吼伊。化身吼去请这个搬戏来庆祝伊的生日，搁较神奇的代志要发生啊！几啊年前啊，有一个对于埔里这边过来的一个卖药材的生意人啊，伊做完规工的生意了呢，又趁黄昏吼要回去厝的，啊路过吼家中员工这树啊卡，伊看树啊卡有足济吼手机啦，拢冷气的啦，伊就想讲吼，啊无我捡倒来厝吼，喝茶来喝烧水，不料伊砸几捆的茶，这卖药啊，伊竟然迷路啊啦！伊又向中头这人问吼，是啥原因啊？知影讲吼，伊是冒犯着吼，家中员工啊，砖头这人伊就苦劝啦，叫伊赶紧用这手机吼上砖原来的所在啦。果然啦，伊手机呢，用迄个家中员工了呢，总算是找到回去厝的路。家中员工吼，好有砖头的故事真多啦，像是讲吼，有人讲吼，你摕这张老树的青叶啊呢，会当来治病。嘛有人讲吼，你啊厝内囡仔呢啊歹游戏，会当来练这张老树呢做客件，从此以后就会当好游戏啊。面对吼家中员工这么多传奇的故事呢，如今呢就是砖头这边吼茶余饭后的美谈。砖头这个人呢，为家中员工吼起大庙了呢，和家中员工这香火呢更加吼大旺啊。已经变成台中这个地区呢的信仰中心啦，嘛有足侪神人信物啦来这吼祈福，嘛有是真侪庙宇来这进香。早期啦，庙边这个家东路啦吼，因为也是横跨咱大陆客的重要路啦，因此呢，特别啦，大家阿妈也绕进呢进香呢，一定经过这。逐年的进香团拢在家东王公庙这呢停下休困，这的人啊有够多啦，嘛引起人足侪人来这样。
了解。嘉东王宫这张老树呢，是彰化市哦唯一有登记的珍贵老树啦。伊的树龄呢，有人讲吼超过千年，嘛有人讲吼超七八百年。啊，管建户呢，有保育科呢有列为是重要的古迹啦。啊，伊吼这张树啊呢，毁坏不要紧，上重要是嘉东王宫这张老树呢，已经是吼列为吼珍贵老树。除了吼啊，保护以外呢，嘛希望吼地方上呢，到三江，哦，这张嘉东王宫老树呢，会当永保长青啦。